谁知眼见多了人，快坐下。有劳丞相，他为母儿宽平，万分感激。区区小事，何必挂齿？哦，儿啊，快请丞相安了。为母儿要到后堂，亲自为丞相陪衣。老院中不用客气了。嘿，应该应该，坐坐。小王，伸手过来，我来替你按嘛。哦，啊，
平时我生的什么病啊？你呀、啊，生的是急性病。急性病？嗯，恐怕是鬼火太旺了吧？恐怕是阴阳失调吧？这病不要紧，数十以后迎风太尉水单，神风西施精神上，太尉水单一个，包括眼气心旷神怡呀。这，哎，你用的什么药？家常用暖普洱茶。此药非敌不能拆，非死不能用哦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粤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粤剧三三，粤剧三三，记得是拼音粤剧三三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再点击这个粤剧名段名家，然后再点击关注，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粤剧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都是粤剧的名家名段，每天都免费为您推送。嗯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